我们在地的台商都是非常非常支持台湾，非常支持政府，而且在每一个重要的有潜在的市场里面都已经扎根很深了，心里就有一阵那种很骄傲的感觉。各位，不但扩展了台湾，更重要的让台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看得到，而且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自己的政府，这是我们台商最值得台湾人骄傲的地方。这一次的选举，我请大家抱持了一个集结最大的支持，团结力量的心。下一任的总统必须是有很多人共同支持，他才有那个实力来面对外部的压力。今年是台湾非常关键的一年。蔡英文总统他在选前告诉我们，改革这一条路非常难。经过了非常多的考验跟挑战，蔡总统让台湾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台湾要走出去，让世界看得到台湾。如果我们要赢，我们就要有决心，就要对蔡英文有信心。2020台湾要赢，我们一定要打赢这一次的选战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